阿兄啊，你去到视频哦。啊，你不拉憨不拉憨，阿兄你听讲白着咯啊，等个打麻将让他对。我来打劫你啦，快拿出你的钱来！唔係我懂死你，快！我趕時間，小姐。别怕别怕，这可不是真的抢匪，他们都是新剧本演员试镜活动的参与者而已。由星洲电子报主办，海鸥集团荣誉呈现的新剧本演员试镜活动，成功吸引大约200名全马各地不同年龄、族群以及国籍的民众参与。试镜者使出浑身解数，希望能吸引评审青睐，一圆星梦。这次到来参加我们试镜的朋友的年龄层都很广，有最年轻的7岁。到40岁，到来的朋友们的素质都很好，大部分都会演戏的。虽然有一些是看得出来他们是第一次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他们都非常热忱，很用心的去把我们设计的角色给他们演好。担任试镜评审的，除了有星洲媒体集团营运总监陈志允外，还包括百格网络内容总监陈丽珍、新剧本电影总监制李永昌、新剧本电影监制许康文、新剧本导演陈立谦、丁世云以及尹文翰。我觉得有惊喜啊，因为之前我们办过一些试镜，都觉得找不到人，今天真的有一种哇，高手在民间呢。大姐，你要什么名？现在给我选择。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大家都很有诚意，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很好的收获。有几个是比较有潜质，就是他们很上镜，然后表演也很，整个动机也很单纯，然后会保留在第二次试镜再试试看他们适不适合。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，就是在剧本已经开始在不停的在磨合，然后在修改着，然后这个期间我们也希望说，经过今天的试镜之后呢，也把我们挑选到的一些满意的演员，然后觉得他们是有潜质的，就把他们放进剧本里面，然后当然也为他们度身定造一些角色。除了试镜活动外，接下来新剧本将会如火如荼展开一系列电影拍摄、宣传等活动。接下来呢，微电影的正式拍摄应该估计会在5月底嘛，正式上拍完之后，正式上映应该会在11月左右。当然在其中我们还会主办一些和读者互动的活动，和这部剧是有关的。